真的要补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纤维质。因为卫福部的统计告诉我们，全国人最缺乏的其实就是纤维质的摄取。那一天大概要25公克的一个量，可是大家大概吃到10公克左右就差不多了。那所以呢，我们怎么去选择一个所谓的高纤维的一个食物？那很多人一个想法就会说，高纤维的食物一定要那种粗的哦。第一个人的想法就会这样，就是一定要是粗粗的感觉，像芹菜类的笋子，或者笋子。我想到的就是芹菜。对，第一个就会想到说是一定要是粗的。其实又不要吃油啊，最后都没办法出来啊，又卡在里面。对，但是要特别去注意一下，我们现在讲到的是说，如果你过年的时候你想要去吃一些蔬菜水果的选择，我们当然还是要选择那个纤维质相对比较高一点的哈，因为我们其实也不能吃那么多，所以这个是一个表格跟大家做一个整理，告诉大家说，奇异果的话，不管是黄果跟绿果的话，它的纤维质一颗起来都还算蛮高的，有高到3公克跟1.5公克的这样子的一个量。那这样子所谓的水溶性或者是水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可以帮助我们在肠胃道吸附我们在过年期间吃的过多的胆固醇跟油脂。想吃黄的绿的，来，我最贴心的，来，不会啊，不会啊。而且我自己在家煮肉的时候啊，像烤肉片，对不对？我会加一点这个，它会让肉质变得比较软嫩，然后小朋友吃起来就比较好。煮肉的时候是没有错，烤肉的时候，我早餐的时候会用那个牛奶，然后加新鲜水果切丁，那我就很常加，因为怕酸的话，你其实混着麦片跟牛奶吃，它就被中和掉。对，我会加优格，然后加一些坚果。对，我就是对，抓一把抓一把的。那你纤维质够不够？很多水果都不能吃太多，但奇异果似乎可以。不行啊，不行！陈哥，这个一份哈还是60卡的热量，所以站在热量的立场的话，我们还是3蔬2果，好，一天就是3份蔬菜2份水果。超过的话，因为一份就60卡，对啊，就一个蛋的热量，因为它就要30克的纤维，是，那一次给他吃10颗，那就惨了。因为这热量就600卡进去，我们还是建议奇异果一天就是吃2颗，对，2颗就可以了，量就可以了。如果你很喜欢去吃那种含有肉类的进补的东西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它有一些酵素能够帮你分解。我们人体的胃酸帮你分解，可是呢，水果有很多的酵素哦，所以有水果酵素帮我们分解蛋白质，这样子我们的吸收、消化、排空的速度也相对会比较好一点。金牌大间谍。